他也没有人打给他，万一我不打给他，他今天可能就要坐道具车了。你没想过他有可能出发吗？他很真诚，他的文字特别的真诚。吴老师，你好，你好。原来你都是在骗我。我骗你什么？你给我发了这么多信息，说你在等电话，结果你已经到了。我坐道具车来的。那你为什么先到了呢？现在道具车得先到啊。哦，是吗？啊，你真坐道具车来的？对啊，我和凯哥我们俩。恭喜郭大礼以非常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人才大学。我们是上同一所大学，我们是差的最。小奎哥，你快救我！是你，对，是你在动玲玲是吗？对，你小心一点啊！你看到我的胡子，我很凶。奶凶奶凶的，奎哥扎你。辉哥，当年你跟我说你喜欢胡子强的，我现在喜欢大耳朵。我很严重。我哭了。玲玲，今天这一期录完了之后，咱们俩就可以正常的聊天了。现在已经不信任了，现在真的不太方便跟你聊天，是吧，玲玲？听你跟我聊天，你觉得一直不顺利？就是为什么失败了？有一些线索，但是我不能告诉你。我观察到一些线索。好了，兄弟们。其实我就早就做了这个决定，咱们就按这个走吧。不是，你好，不是，你好，你好，不是导演，你这个是定了就定了，没得换了，是吧？马哥，我得防着点，他平时就老爱搂我肩，不用防我，盯着凯哥一点。是，快赶紧，他们要不改了，不改了啊！用阴谋阳谋明说暗，不改不改啊，不改不改。先不要撕我好不好？你跟我撕，你又不一定输。我看你为我恐惧。哎呀！别碰我啊！不碰你。你怎么？你连我都不信任？我帮你搞定一个人。好啊！我不撕你，我说不撕你就不撕。不行，不是。我帮你搞定一个人。好啊。不行了，哎呀，海哥，我跟你来。算了，哎呀，自己看吧。你跟我搞什么？这是什么给我贴着，我又够不着。我嘚儿呗，我这。哇，多可爱，可可爱，可爱。卖萌第一名，就会卖萌，啥也不行。对，干啥啥不行，卖萌第一名。我最害怕他，
要求你放这首歌。还要求？啊，那线索这是。哦，你今天怎么了？今天怎么这么机灵？记得吗，玲玲？把都当什么？你都忘了？一首歌就开始有线索了，对，智商就开始出现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下车就没智商了吗？下车也有。这好欺负的人，沾边了，都沾边了，都沾边啊！为什么是麒麟啊？因为他的才华过于的高，所以他特别的名牌多不是什么好事，国情都是运气。谁让我抽签抽着我杀爹了？你是不是？不是，你可以不撕他们，但是我被他们俩撕，换我来。麒麟，啊，你现在几条命？两条命。我再告诉你个事儿，我们三个当中最先被人撕就赢了。这是谁的条件？这是卡片上的条件。你居然把自己撕了，让我们挑战。在八七中最先被。拜拜，加油啊，公关！记住我说的，最先被人撕，必须被人撕过一回。有这么 peace 的吗？就这样要吗？可以要，因为如果刚才你不保护我，可能我就被柳岩撕了。其实是一样的，我。还要感谢一个人，郭麒麟，他把他的提名资格给了我，因为他知道他演的并没有我好。这是黑幕，这就是黑幕。我的世界，那就郭麒麟吧，太娘了，哥们呀，哥们就是啊，大帅他第一个也先怀疑他，因为我知道他肯定先怀疑我。那你们在生活中端水的水平怎么样？端开水的等级，自来水的等级，你他端水就差一点。他在我心中都是最好的啊，虽然实际上不一定。张导这人戳你啊！来吧，我就等你呢，不等我了，等你很久了，郭麒麟。来来来，我戳你啊！我啊！别逗我笑，我没有逗你啊！哎，我都没杵着，这算啥？他杵着了，我蹭了你衣服，不是我衣服蹭我了。行，我这有个印儿，来你看。真真碰到我，你自己心里没数吗？为什么要在这演？我真没碰着啊！真碰着，不是就算自导自演。OK， 你看我当野外不是打头世界，打头世界。你戳我，你戳我赢了，戳我，哎，戳你，谦让上了，是吧？行，我没有当哥哥样了，是吧？没有，微信中女人。哥跟那个麒麟耍杂交那个挺印象挺深刻的。借我用一下。谁借你？你借我用一下。我借你无。等会你借我用一下。好来。这两个老人在我心里，我们三个是同龄人。他还
稍微多一点青年人的一些个捉摸不定，那两个老人让我拿捏得死死的。那我今天就要定第一吧。好，那来吧，就跟凯哥就较劲啊、哦，较劲，较劲。我们的口号。麒麟也就算半个，不是半个，多半个。